一巡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祝愿二巡一切顺利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现在一巡50多场演出即将收官，很荣幸能与一群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并肩，为大家提供很精彩的演出。然后2022年马上二巡我们要开始了，希望青绿能够票房大卖，然后依旧保持这么好的口碑。大家剧场再见。经过第一轮的巡演，我觉得给我的收获来说，是在除了在舞蹈的上面对自己的增长，技术的增长不少，然后对于人物的揣摩和把握，我觉得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和进步。对于明年的巡演，我希望场场票房大卖，预祝演出顺利，大家新年快乐。然后我们一轮巡演已经临近收官了，我们一直坚秉着百场如一的信念，然后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在二轮首演希望我们只此青绿能够顺顺利利。一巡马上就要收官了，在从大剧院的首演开始至今呢，我们也经历了51场演出，真的是我们5个月的排练积累，再加上这段时间的演出，每一次都是在打磨我们自己，也是让我们和这部剧更好的一种就是融入，然后展现得更加完美。希望呢在明年100多场演出中，青绿能走得更远，绽放得更加绚烂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的一巡马上收官，有一些不舍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在这里我与你相约，年后我们二巡见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虎虎生威。21号至23号，我们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是我们的一轮首演的最后一站。希望我们一轮的巡演能够圆满顺利，同时也希望在2022年第二轮只此青绿的巡演当中，一切能够顺顺利利，也预祝我们只此青绿越来越好。最后呢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虎年大吉。然后我们这个剧已经巡演了50多场了，在第一轮巡演当中呢已经快收官了，在这一轮巡演当中收获了非常非常多，收获了许多观众朋友们热情的掌声，也收获到了非常非常多每个城市各地的美食啊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。但是在这一趟巡演当中，我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一个舞剧能带给观众的一些魅力和感染力，然后很高兴能够在剧场与大家相见。马上二巡就要开始了，也期待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然后咱们多多剧场相见。二巡加油。在过去的2021年整一年，我们只此青绿从8月开始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，进行了全国的50场的巡演，今天呢也来到了只此青绿在北京的收官演出。在这一路的巡演当中，我们收获了很多热爱我们的观众，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知己吧。对，我们也希望未来的2022年，我们的巡演呢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，以及我们这个舞剧能够走到更多的地方。也希望2022年我们的100多场的演出能够跟更多的观众在剧场相见，我们一同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者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在这边祝大家虎年大吉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顺顺利利，多看好剧，多走进剧场。